小勇群早安呢、啊。你今天去婆婆家玩好不好？带你去婆婆家玩。今天元宵节，我们去团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好了好了，小勇群早安。午餐，小勇群呗，小勇群呗。今天元宵节，他先去团圆了。哦，先团圆。对，我们晚一点再过去团圆。好，随便问。好，开动。看僵尸笑啊，到底值不值得看？等一下，好，这只脚脚。有鲈鱼，有豆腐，要不要吃？要好，有饭饭，好不好吃？不好吃，好。好，胖胖啊，要等一下啊，慢慢弄。对，好了。他的餐布布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觉得他的餐布布 OK， 就他的餐布布。但是你还是要再调调一下你前面的鸟鸟。它站起来了。哦，你前面的鸟鸟没有调好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站起来调。
哎呀，你想要求可爱。那我们听故事书，姐姐念到说。有兔子、青蛙、老鼠、狐狸，还有野狼，还有豪猪、野猪，都住进那个手套了。然后呢，六只动物一点都动弹不得，因为里面好挤好满了。然后咔嚓，好像有东西断了，原来是一只踩断树枝的黑熊也到这来。我是熊老爹，请问我能进来吗？手套中六只动物紧张地探出头，齐声回答说：没有办法再让你进来了，因为手套已经刻满了。那让我沾一点边吧。这回一共是七只动物，手套几乎都快挤破了。没隔多久，老公公终于发现掉了一只手套，于是回来找。小狗一直往前跑，终于看到掉在地上的手套，正一上一下的正在蠕动着。小狗汪汪的叫声吓得手套中的动物们冲了出来。惊慌逃走。刚好老公公来到，把手套捡了起来，又继续往回家的路上走。就这样故事结束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睡觉觉了，好棒啊。我们来看还有什么小故事。你想睡觉了。小宝宝想睡觉了。今天就短短的念一下。好，那马上让永泉睡觉了。那要抱抱。先来抱一下。抱一下。抱一个。哎呦，你的铁笼笼在这里，你看。来，你拿着铁笼笼，要睡觉了。小永泉。昨天晚上 Kiroro 去洗澡了，所以没有办法陪你睡觉。今天 Kiroro 回来啦，陪你睡觉了。小永泉啊，眼睛马就得灰了，对不对？好想睡觉了哈。好，小永泉晚安喽。